发哟。慢吸口就知道。那不是都一样？没有，跟妈妈讲。有啦，他叫我火不要太大，慢慢煎啊。但是到最后要倒，把那个油憋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样他慢慢煎，叫什么事啊？刚开始慢慢，后来要稍微辣一点。好吃哦，鱼好吃哦，肉好吃哦。哦，你要一口一口的吃。我要沾粉，让它这样做。我之前都没沾粉，没沾蛋白。哎呦，今天婷婷胃口很好哎，第一名哦。金博云就有一点训了，来照一下训姐。他是不是早餐很晚吃啊？因为你刚刚一直转来转去，转到车上。哦，晕车哦。好了，我下次。刚刚没有声音。要晕了，你要讲啊，都没讲。一个礼拜还有痛处，还要等一个礼拜。嗯，还穿完电讯来装啊？来还是装完电讯的人啊？对啊，对啊。不是台湾打。来，我是中华电信。所有的都要透过中华电信。对啊，所以才是中华电信拨的钱。对啊。在田的旁边哦。在田的旁边。田的旁边。那第四台的，第四台的很便宜啊。我说香檬比较长。蜂蜜的、哦。好鸡汤，洗我洗澡耶，洗我洗澡。冰冰，那边去开冰箱啦，那边两三，去开冰箱啦。